排好队，排好队啊！大家都站好了，站好了才有牛奶喝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过来喝牛奶吧。好了，过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好，一个一个来啊。谢谢。来，先吹一下啊。来，哎，好烫啊，小心一点，小心烫手啊。 好喝吗？谢谢我的。来，两只手拿，小心烫手啊！来，再来一勺啊！好烫，好烫，小心烫你的手啊！小心点。百合，阿姨绑好了，云朵说好了吗？嗯。百合，百合，哎，百合，怎么了？那些孩子们都拉肚子了。 我现在去卫生所找大夫，你快去照看他们一下吧。哦，好，快去。云朵，快走，走。明朗。啊，百合。孩子们拉肚子，说是喝了你的牛奶。不会吧？我也喝了，我没事。明朗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 百合，你留在这儿，我心神不宁的，我求你了，好吗？老师，老师，我肚子痛。哦，来，跟我来。怎么样啊，医生？没事。 就是吃坏了东西，我开了点药给他们，一会儿啊，给孩子们服一下就没事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医生。以后啊，给孩子吃东西可得注意了。孩子们没事吧？没什么事了。云朵，你要记得好好吃东西。 好好的和小朋友们玩，好好听百合阿姨的话。那叔叔走了。乖。嗯。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，我马上过来。我手机早就丢了，而且这边也没什么事。你手机丢了？嗯。来云山之前就丢了。再说这山里没信号，有手机也没有用。那你自己小心，保重。你也是。 各位小朋友，明朗叔叔要走了，你们呢要乖乖的听老师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再见。再见。 明朗叔叔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一定会的，乖。百合老师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 我昨天在林子里面摘了一些野果子，今天就分给大家吃了，只有云朵和明朗叔叔没有吃。
山娃，以后不能随便摘野果子吃，知道吗？万一中毒了怎么办啊？那就不只是拉肚子的问题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